请各位注意，目前场上存活的还有四位玩家。看他俩，就拿跳红的那俩。哇，你也跳红的？我可以跳十七吗？可以，但是有一点危险。你为什么只选红色？为什么选十七号的？分高啊！我现在只有一分。分越高，危险越高吗？哎，都破罐子破摔了，我又没身份，我是白痴玩家今天。要不然你跳十一吧。行，我就跳十一了。一个箭步就过来，怎么样？就那个，哎，离你近点。这个不是展现弹跳的游戏，哥哥。来，准备好、啊。准备。来，三。我跳十二啊。三。二。一跳。小敏，好的，小敏，小心，小敏，小心，还赠送一个，哎，等于说你跳哪个都不对啊！我是不是减两次分啊，何老师？不，只减这二十，只减这二十，啊，吓死我！幸亏我没有跳十一呀！我不可以到这儿就可以，我不想往下跳了，不行。哎，不行，一直要跳到最后。对，太吓人了。目前场上有三位，他们是徐志胜、谭健次和高瀚宇。高瀚宇非常厉害的，在九号位跨越了两个，跳到了十七号位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跳第三排了。我想这么一溜上去。哦，你要跳二十四是吗？但是我大哥想跳二十，我想跳二十六，我能跳过去吗？行，你试试呗。你要跳这个，我给你踹回去，你信不信？好，准备啊，准备。三，这个，二，相信我，一，这个，再一次，哇，一走，这么幸运，21、24，哇！高瀚宇真的，高瀚宇的这个曲线，他从九号跳到十七，你们注意一下，他们跳的都是高分的，高分的，哎，他们跳高分，你这尤其高瀚宇，我跳的全是红的，他跳的全是高分，他不拿剧本，他怎么会跳高分？就跳光跳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高瀚宇是每一个都不是跳的眼前的，他都是跳的很远的，哎。我瞎跳的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大哥是一直跳，我就一斜排上来的。哦，你就想这么跳下去是不是？好，那现在很刺激了啊！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排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到了第四排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哎，你看看他，上，三十二游水，上，哇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这三位已经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，而且其中有一位叫高瀚宇的同学，全部跳全是红的，60个好六游戏币的，太吓人了，你太明显了。他积分非常的高，他积分非常的高。我没身份，我瞎玩的。请各位注意，这一排的水箱当中，一共10个水箱，10个箱子，里面有4个是水箱。哇，你跳哪个，大哥？我跳那个。我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跳这个是吗？对。然后大哥要跳这个是吗？先跳，那你先跳。
你俩容易撞车，确实。那这样，我们一个个跳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个跳，好不好？先智胜跳，43，43，43，不行不行，我因为现在只有三个人，我先跳这个也是赢，分小的就行，我跳分大的危险太大。你刚才剧本按理说你应该被收走了吧？你现在等于是没有剧本吧？他也有可能有，也有可能有哦。什么叫我剧本被收走了是什么意思？我就不能演两集啊？就你第一轮的表现，你出你活不过两集啊？你别巴巴了，你这哇真的是白痴玩家。好，来吧，准备啊！智胜先跳，智胜先跳，来，43。跳吗？跳，你跳你的。走 out， 走 out， 徐志胜安全。好，下面来大哥跳。大哥，现在八个箱子里面有一半是水箱。对，有一半是水箱。红的肯定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红的分大。43。但是没必要，你都走到这儿了。对，那我来个分小的吧。走，跳这个，可以跳。60呢？上上上上！好。汉宇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有本事再来一个红的。好，我今天就一路彩虹的踩到底。哇天，好幸运啊！就你们仨挑两个吧，啊，两个卧底都在这儿了，我看。高瀚宇一路走红色，危险最大的，但是他一路都过关，真的厉害，因为他知道安全。他全是大挑，啊，我以为你会挑这个，这个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？要是可以试是吧？可以试啊。他知道有水，所以他。这个也没有，我再来一个，人啊不能得意忘形。现在我们宣布我们的分数，雪琴目前有40个好的游戏币，小冕目前有140个好的游戏币，徐志胜和谭健次都是280个好的游戏币，高瀚宇400个好的游戏币。哇，那也太可疑了吧！就冲他有400个也得投他呀！真的，哥哥，你演的比我还差。